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彩盈。今天请到华信投顾张大文张大师老师好。然后在三利多的催涨之下呢，台股已经快要攻万一点了。那这个在高档震荡区的话，投资人应该注意哪些呢？万一啊，股市有句话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对啊，嗯。但你是我们忠实的观众，早就知道了吗？真的。看一下，我们一月初，9300嘞。现在已经10900多了。我已经给你画到哪里去了？真的。对不对？嗯。那时候已经跟你讲了5G 主流攻万点了。告诉你新春红包大行情，拜托你跟着赚。来，现在 K 线自己看一下，已经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回到去年的高档了。是。当然了，刚刚财经也讲了，现在来到万一了来到万一怎样？就万一要万一小心了嘛。大家就要小心了，对啊。谨慎一下了啦。那个 anyway， 大盘现在台股长多的结构没有改变。对。大家晓得吗？大家都有上过高速公路吧？有没有？当你时速开到100多，我问你，要你紧急刹车，你刹得了吗？刹不住吗？现在大盘就是这样，是，好不好？那继续往前攻。但是已经来到了去年高档的密集套牢区。对。所以这里会开始进入了所谓的高原震荡，那你要注意了啊！这里面不再是百花齐放了啦。首先三，我是叫你全力重压，是，尤其五 G 随便买随便买。对。那这里你要注意了，不是随便买要有特别的题材面、基本面，好不好？来，再看一下一张，赚钱就是第一。我一再讲，只有这一条路，锁定主流产业。是。什么是主流啊？告诉你，全新的产业是最好的。全新的。未来全新爆发的，过去从来没有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爆发性的，没错。所以这个是营收获利爆发性的成长，这种股票法人资金都会重的，懂不懂？因为未来的这个我们讲嘛，有展望，希望最美。对啊，有梦相随，对不对？是，过去没有的，未来全新的，有梦最美那这个有梦的话，就不是本益比了。这叫什么？本梦画梦行情是吗？本梦比嘛，本一比10倍，对不对？你像红海再厉害再赚钱，也了不起就90块嘛。为什么一年赚10块乘以10倍不就90块嘛？本梦比不一样了，无限可以用50倍、100倍好不好？一个主流产业，一个掌握底部。是。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波送给大家文茂军工讯息，来看一下文茂那时候。80多块，是吧？这是底部发动嘛？对。自己看看有没有？那是天天跟你讲问很好奇，有没有？对。120啦，来到这里就要注意了开始有点动不了了。再来，讯息有没有？五 G 红海集团的50多块，涨到多少？140，1.5倍嘛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再来，绿星光特别强调是多镜头，再来切入苹果的镜头，180。今天已经480了。对。你已经涨了300块了。真的。玉星光，你不要小看，因为它现在跟大力光一样，掌握到苹果后置镜头。是。我问你，大力光多少？很贵啊，买不起。4-5千。对啊。那为什么同样的品质？是。同样的水准，为什么你4-5千，我才4-500啊？所以大力光未来比价空间很大。还没涨。好，再来。那今年不涨了。今年三大主流在通讯大会，多镜头嘛，我送给你军工嘛。再来什么？屏下指纹，还有个折叠手机。屏下指纹是。屏下指纹有没有送给你的叶城嘛？因为今年 S10 推出的是屏下指纹。对。那这是超声波屏下指纹全新的一个产品。嗯。那叶城就是台湾独家的供应商，懂不懂？那 S10 卖得很好，所以在屏下指纹这个商机之下，叶城你特别要小心。不赚你不要小看对，来你看看最近涨到多少？130，又涨了60%是，160万叶城你不要以为涨完了，我跟你讲再来，折叠手机这档五路财政有没有？一月营收大增20%，股价从20多块，这是底部发动来最近看到没有？涨到多少？35块。
还没找完呢、啊。嗯，那这家公司它不仅要是苹果的，甚至也打入三星的折叠手机这个供应链哦，好不好？再来，赶快讲，再来车用电子同志有没有？上礼拜在六字头哎，对，底部翻动了，今天多少？看一下，快90了，是小时候没完没了。嗯，好，再来，同样车用电子这档股价才在20，你要不要赚？看看啊，一个漂亮的大底，对，太快了，刚刚那个啊、哦，漂亮大底，这档你要小心哦，准备翻动。嗯，再来，亮晶晶 mini LED， 今年 iPad mini 全部采用未来的 mini LED， 它是台湾 mini LED 的龙头，有没有？股价从20多块。也是一样，8个月大底，小心哦，要碰到哪里、啊？嗯，好，下面你错过文茂一军光讯息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麻烦你注意一下，哦，五路财神，好好把它带回家。对，拿五波饼，五档底部翻倍股，来看一下五路财神，好不好？有高价、中价、低价的，来，那要拿到五路财神很简单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嗯，来索取五路财神，真的不要再错过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之前都没有加到，都就错过很多。那文茂就送给你的嘛。对啊，啊，感谢张老师精彩分析。如果想知道更多选股策略及盘中最新消息，一定要赶快加入老师的 Light， 也持续收看财经简讯。下次见，拜拜。